立法院今天举行谈话会，在没有诉诸表决的情况下通过国民党团提案，立法院在24日正式开议。开议当天将邀请行政院长率各部会首长列席，进行施政方针及报告，并答复质询。中华职棒统一狮队总教练吕文生卷入职棒迁赌，遭检方列为背信罪被告。交保后召开记者会，吕文生否认自己从中获利，事件与打假球无关，是他和太太交友不慎，并宣布辞去统一狮总教练职务，也同意接受联盟和狮队球团任何处分。台北捷运系统累计运量50亿人次，突破日进入倒数。依目前每日平均运量，台北捷运公司预估周五下午交通尖峰时段可突破50亿人次的里程碑。桃园县政府将在凤飞飞的故乡大溪镇武德殿规划凤飞飞临时纪念馆，18日起开馆。馆内将摆放凤飞飞影音、附件、照片和成长足迹，馆外并设人形立牌和签名处，供凤迷怀念这位老是带着灿烂笑容的巨星。新唐亚太电视整理报道。